Hello，我是小鹿，今天来吃这个火锅底料煮的宽粉。加的是这个厚切肥牛。有点咸，我加的是那个大龙岩的火锅底料，然后又发现有半袋海底捞的底料。海底捞它现在底料不是那种油状的吗？就是你拆开之后你要找个地方放着，所以我就也加进去了，导致现在就超级辣。特别爽。这个甜的缓一缓，掉了一个蛋黄，这个月饼是黄上黄的。
活了，我也吃饱了。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